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太麻烦了，庙会什么的那么嘈杂，过去也是遭罪，还是不要去了，别去了吧。可是我都跟小玉约好了要去的。光你们小孩子去，我会担心的。我待会儿要喝啤酒，看夜场比赛，没时间陪你们了。喂，我说爸爸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我会出事吗？对不起，丸子。要是我能去就好了，但是中野先生找我有事儿，所以说。太谢谢您了，爷爷。喂，我说爸爸。真是没办法，那你们在天黑之前必须赶回来。不，我要出去了。真是的，爸爸又偷拍我。小玉，就你们小孩子去，我会感到很担心的。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好吗？你这么说，其实只不过是想去拍照，对不对呀？这有什么不好吗？穿着浴衣跟小丸子一起去逛庙会的小玉肯定会有难忘记忆的。真是的，爸爸别来。啊，真热闹，庙会的夜晚真有感觉呀。人好多呢。小玉，我们买个悠悠球吧。小姑娘，你们真要好啊！看，那边也有一样的哦。你怎么了，小玉？没什么，走吧。面具看起来好可疑呀。走吧。接下来我们是去吃刨冰好呢，还是去吃章鱼小丸子呢？我要先去下厕所。那我在这里等你。哇，真厉害小家伙，你打破记录了。是捞金鱼啊。等小玉回来还是和她一起去捞金鱼吧。刚刚那个戴面具的人还在盯着呢。真是的，难道说这个人是盯上我们了吗？小玉呢？怎么还没出来呢？小玉，没有人呢，真奇怪。小玉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。小玉，你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小玉。小玉，你在哪里？小玉，是刚才的小姑娘吗？怎么了？
哦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见刚才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呀？她扎着两个辫子，戴着一副眼镜，走散了吗？哦，我刚刚看见了。真的吗？她拿着跟这个一样的悠悠球，不会弄错的。刚刚我记得好像她跟着一个男人到那边去了。跟着一个男人？好像是头上戴着一个英雄面具的男人。哎，刚刚那个面具男，难道说小鱼被戴面具的人给抓走了吗？那可怎么办呢？小丸子还不回来。啊，真好喝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在厕所前面好好等他。小玉，小玉，你在哪里？对不起。让你久等了。Thank you。是野口同学的哥哥。什么嘛，是孝子的朋友嘛。真是的，戴着这个面具，富士男永远长不大。不过我就喜欢这样的富士男。是会。是刚才跟踪我们的那个人呢。他这次盯上我了，准备来抓我了。救救我。你这干什么呢？又是一个戴面具的人。请等一下，等等。是小玉的爸爸。爸爸，等一下，你们为什么要戴面具啊？我是过来把你接回家的，都怪你妈妈，在家吵死了。完全看不出来是接女儿回家的。我很想给小玉拍照片，可这样来的话会被小玉给发现的，所以就买了这个给戴上。我没有戴眼镜，所以就跟丢了你们了，于是就找啊找啊，找到这儿来了。我还以为是被坏人跟踪了呢。抱歉抱歉，我一直想着不能跟丢了你俩，所以就惊慌失措了。可是小玉在哪儿呢？小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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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玉！啊，好像没看到像小玉的女孩子。难道说已经回家了吗？我去打个电话。等一下啊。小玉。对了呀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得快点找到小玉才行。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以前也是用这个办法找你的。你看，在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带你出去玩，你走丢了。爸爸，爸爸，那个时候你还小，你才刚刚学会认自己的名字呢。哎，小玉，你在哪儿啊？哎，小玉，小玉，小时候。爸爸也是用这个方法找到我的。小丸子，小玉，小丸子，小玉，爸爸，气死我了！小玉，刚刚打电话回家也没有说你回去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就好了。我是看见了那个气球，真的有用哎，爸爸。怎么样啊？看见了吧？能找到真是太好了，不？猪太郎爸爸。父子，我们刚刚在一起找小丸子和父子呢。哎呀，小丸子去什么地方了呢？猪太郎的爸爸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不，父子不见了，不，他迷路了，不。那个戴着面具的人，原来就是猪太郎的爸爸呀。哥哥他感冒了，所以我给他找特特去了，不。
对不起啊，小鱼。嗯，我才让你担心了呢。丸子，回家吧。肚子累了，走不动了。爸爸背你回去吧，不。爸爸，我跑来跑去也觉得脚很痛，现在走不动了。哎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小鱼也很累了吧？那么就让爸爸来背你吧。好，来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来吧。父子很快也要跟朋友来逛庙会，而不是跟我来了。不，啊，说的是啊。小玉，我们要不在这儿拍张照，留个纪念吧。啊，真是的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快点，放我下来，看呀，放我下来，看这儿，真是的。这么说来，小丸子想起来了，幼儿园时他也是这个样子，趴在爸爸的背上回家的。小丸子想唤起梦境。啊，这孩子怎么还在睡啊？一整天都吊儿郎当的。喂，小丸子，我要打扫卫生，到一边去。嗯，是不是在做什么美梦？不要这样嘛，妈妈。妈妈。真是的，到底梦见什么了？喂，小丸子，你给我醒醒！小丸子，妈妈，早上好。还早上好呢，暑假不要整天只知道睡觉，做会儿作业行不行？还有很多作业没做吧？真是的，妈妈，正是因为是暑假，所以才要随性。能够随行一个多月的也只有暑假了。明明只有一天休息，也是这样的随性。每天都作业的，你还真是死脑筋呢，妈妈。好好，我死脑筋。快点给我回房间去。去。啊，话说回来，你刚刚做梦了吧？啊，做梦？在那儿开心的一直笑个不停，还说了梦话。哎，梦话，真的吗？不记得了。哎，明明刚才乐开了花。真的吗？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不是都说了不记得了吗？真是啰嗦。你这是什么语气呀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装糊涂。啊，装糊涂？做的这个梦是不是不能告诉妈妈的？啊，说什么呢？不就是一个梦吗？妈妈不会生气的，没什么的，说来听听。真是的，不是说了不记得了吗？哎哎，发生什么了？爷爷，你看嘛，妈妈一个劲儿地问我午睡的时候做了什么梦，真是烦死了。午睡时候做的梦？没什么，只是他做梦的时候笑得太开心了。啊，我都已经跟妈妈说了好几遍不记得了，妈妈还在一个劲儿地说我很开心，到底是怎么笑的？你学一下我瞧瞧。哎，哼，妈妈就只会在那边说我笑啊笑的，谁知道我睡着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笑了？笑了？受不了，简直受不了！妈妈也真是卖力演出啊！真是没礼貌，我怎么可能做出那么奇怪的表情嘛？用那种表情到底是在做什么梦啊？你倒是告诉我呀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算了，妈妈，你不相信小丸子的话呀。爷爷，不记得自己做过的梦，这种事情不是常有吗？也是，我是看小丸子笑得太开心，所以才忍不住。谢谢你爷爷，得救了。没有。说真的，妈妈实在太烦人了。丸子啊，你真的不记得做什么梦了？啊？哪怕是不能跟妈妈讲的梦，你可以跟爷爷说的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爷爷，连你怎么
睁的眼。你笑成那个样子，应该是做了很好玩的梦吧？那你快告诉我，告诉我呀！我不是已经说了不记得了吗？哎，连爷爷都不肯告诉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连我都不肯告诉吗？好寂寞。啊，真是的，为什么就连爷爷也不相信我说的话呢？我相信。明明就是不信。好了好了，不再问你了，你不愿意说那就算了吧。啊，不，不要用这种表情对我说话。我没事啊。爷爷。小玉，怎样才能回一起做过的梦啊？回一起做过的梦的办法。这样。这样。他们说我做梦的时候一直这么笑，还说我说了很多的梦话。好像很有趣呀。唉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梦呢？这个梦都让你乐得笑出声来了，想想是什么样的梦才会让你那么开心呢？应该可以记起来。是吗？能够让我笑得开心的事情是那个……怎么样怎么样，全部都是五分的成绩册哟。快看呐！大人高才。这样我的确忍不住。或者是……接下来我要揭晓荣获今年大奖的得主是樱桃小丸子。哎，恭喜你啊，白慧小姐。L.O.V.E. 我们爱你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。受不了受不了。做梦是很自由的。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想起了到底做了什么梦，我的大脑要加油加油啊。喂，你们两个在做什么呢？对，哦，是冰冰和猪太郎啊，你们来的真是时候。什么事呗？我做了一个梦，但是想不起梦的内容了，要怎样才能记起来呢？记起做的梦。你可出了个大难题呀。拜托了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想起来。好像之前有一次我发了一会儿呆之后就突然想起来了。啊，什么什么发呆，这样就能想起来了吗？太简单了。又开始嘚瑟了。好嘞，我要开始发呆了。怎么样，想起来了吗，小丸子？对了呗，试试催眠术如何呗？催眠术？电视上看到过的呗，通过催眠术可以想起很多很多事情呗。啊，这个我也看过。好，那我们也来试试那个。那么谁来施展这个催眠术呢？我来呗。啊，猪太郎，没想到你还会催眠术啊。可以的，感觉上到位了就行。好，闭上眼睛呗。你很想回忆起来吧？我知道了，真是没办法。来吧。太好了，你回忆一下做的梦，回忆一下呗。啊，想起来了。真的吗呗？真厉害。前一段时间我在点心店里借了猪太郎5元钱，还给我。不是这个啦，是你做的梦啊。啊，果然还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我想起来呀。这孩子又睡着了，真是的，要睡多久才睡够啊？给我适可而止。这个笑脸我熟悉，我见过。爷爷，快来看，就是这个笑脸。这不就是上回妈妈去演的？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还说梦话。妈妈。嘟囔。妈妈，她刚才不是说了妈妈对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做什么梦呢？到底丸子？哎呀呀呀呀！爷爷好像兴奋过度了。嘿，
醒了，丸子。就是因为你刚才大吵给吵醒的。喂，刚刚做梦了吧？梦啊梦，对吧？果然。你到底做了什么梦？睡觉，睡觉。不是说想睡多久都可以吗？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马上我们的午睡大赛就要开始了。小丸子，你要是赢了，就是世界冠军了。不睡觉，我绝对不会输。世界冠军真是承受不了啊！我会加油的，妈妈。你别醒来了，要一直一直睡着。Ready go！ 好嘞，睡觉睡觉睡个痛快。在梦中又睡着了。哎，什么想睡多久睡多久，这孩子还真是在说梦话。这话是妈妈说的。我会加油的。快看，又睡着了，无语了。好像又在做睡觉的梦了。真是的，在梦中也能睡着。好一副幸福的表情啊。还真是呢。妈妈看着小丸子幸福的睡脸，和爷爷两个人都觉得很幸福，脸上也绽放出了笑容。眼下我有十万火急呀、我家的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变成了冒牌货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等待山根的笔友和妈妈变温柔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坦克来修理你，快找一道黑。